ดำเฮายามากวดียาปันวายหาวเปล่าฟาร์มโลวดีมูลิวชอบแผลลิวแผลฟุลโล你看这葫芦也有葫芦也有我们糯米打成的熟我们这个花盆再创一点呢来自于我们很多黑糖特殊的机理来展示很多黑糖。绿水青山看汤里，全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红色吉祥号，色来了。红色吉祥号，我来了，我们来了。歌声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各位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召集人孟胜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乡村大舞台》系列节目《丰收集结号》。在这里，我们将共建丰收节目，分享丰收喜悦，共享丰收成果，展现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让新时代下的新农人走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今天我们丰收集结号的北部赛区选择在了河北香河。香河地近燕山，四水环流，潮白河横穿东西，大运河贯通南北，这里历史悠久，民风淳厚，素有京津明珠之美誉，所以我们今天的丰收集结号就选择在此地集结。在我们心目当中，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是共同向往的舞台。那么究竟谁是这个幸运儿，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呢？就要看看我们四位丰收推荐官是如何推荐的了。今天的四位丰收推荐官是郭金杰、白鸽、李云飞、李丁，欢迎你们。大家好，大家好。风来了，雨来了，我们带着雨伞走来了。怎么样，两队有没有必胜的信心啊？必胜的信心就像今天的这个雨一样，特别的猛烈。必胜不敢说，只能说是十拿九稳吧。今天将有四位嘉宾分成两队，依次推荐竞演选手。竞演过后，将由100位云端观众参与投票，票数暂时领先的选手落座丰收荣誉台。全部竞演结束后，依然落座丰收荣誉台的选手为本场最佳节目。如果雨太大了，我们就请票数暂高者后台稍事休息。同时呢，本场节目也要特别感谢香河第一城酒业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谢谢你们。好，事不宜迟，伴着这大风，伴着这急雨，谁先来呀？让他们先来，咱有点风度，你跟他们争啥呀？咱先来。哎，接下来我们哥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节目啊，可以说这群人是今年这个夏天最靓的仔了、嗯、姚明都给他点过赞。哦，知道了知道了。带来这个村别的篮球表演吗？暂时保密，一会儿就让你眼前一亮。大家先来看段视频。我们就有请第一组选手闪亮登场。瓜果飘香，谷穗满仓，布衣草龙，名震八方。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我们是来自美丽的贵州测亨，今天带着我们独有的布依族特色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为我们加油吧！大家好，欢迎你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家乡丰收特产是测亨糯米椒。
我带来的是侧亨山茶油。刚才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了非常精彩的，也是时下特别火热的村 BA 啊，当中的那个精彩表现是你们吗？哎，是的，是的，贵州村 BA 啊，现在已经是一个体育盛会了，但是呢，不单是一个体育比赛，更是呢我们全民参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我们侧亨万重山队啊，刚从村 BA 的现场来到这里，比赛战况还不错。那我很好奇，今天来到这里。带给大家一个什么节目？难道也是跟村 BA 有关的吗？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表演一个关于丰收的布依族节目。好的，我们先把我们带来的特产放在展示台上。好，现在就请登上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谢谢你们的表演，精彩吧？精彩，太精彩了！你们这个草龙做的是你们当地的一个传统吗？这是我们的稻草龙。相传呀，很久以前在布依大山里呀，有一条孽龙，因修炼未果时常兴风作浪，危害村民。村民就用稻草扎成这个草龙啊，到海这边祭拜。人们诚心的祈福呢，感动了上苍，于是上苍点化了这条稻草龙，并赐名丰收龙。这个呢，就是我们稻草龙由来的典故了。所以现在庆丰收的时候，我们都会舞起这个稻草龙，是不是？是的，是的，我们在田间地头，在坝坝里面都会舞这个稻草龙。所以说呀，我们这个节目今天算是太应景了，我们是把丰收龙请到了咱们丰收的舞台上。所以说这个节目成为今天本场的第一，它是有原因的。不是本场第一，是本场第一个登场。丰收龙映着丰收景，好像是最恰如其分的一种表达了。最重要的呀，这个龙也是用咱们当地的代表丰收的这样一个稻草编的，是不是？这是我们的布依草编，就是利用我们收割回来的稻草编制而成的手工艺品。相传呀，我们最早的草编文物距今有7000多年历史了。那我身旁这位呢，就是我们省级非遗布依草编的传承人。大家好，我呢是草编第15代传承人潘向彪。我们都是利用收割回来的稻草制作成各种各样的草编工艺。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草编十二生肖其中的一部分。今天带来了是吧？带来了，带来了。那看看吧。好好好。龙马，龙马精神啊，猪牛，还有蛇。这应该是老虎。蛇鸡。我这边还有个狼，还有狼，12生肖，没有狼，没有狼，真的好精致。你看，我们今天庆丰收的劲头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半，因为大家带来了丰收龙。但是不知道在诸位的家乡，如果庆丰收会用哪种方式呢？我们布依族的6月6是最传统也是最隆重的节日。我们家乡那边已经做好了视频。好，那现在就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去感受布依族6月6庆丰收的场景。
风声集结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贵州省测坑县豁赖古代，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祈福丰收布依族六月六的活动现场。今天我将带您走进的是布依族的传统文化节日六月六，是布依族人长期在农耕稻作生产中形成的。热情好客的布依族人将会邀请您一起参加这个盛大的节日。九个拦路，唢呐声声，挑鸡拿鸭，展现出布依族人的文化自信和热情，是传统，更是一种传承。今天各村各寨的村民们汇聚到这里，用斗鸡头的方式来进行节目大比拼，最终选出六月六最为优秀的节目。在现场，大家最尊敬的长辈会手持红绸，带领吟诵祈福调，齐唱布依古歌，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此之外，布依族人还会进行斗鸡头的活动，摆擂台比节目斗鸡头，喝米酒，摆上五色糯米饭。在这节日，全民狂欢，同跳布依转场舞，共庆布依族的传统节日。除了斗鸡头才艺大比拼，在我们民俗节日当中，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美食，它就是五色糯米饭。在布依族的文化中，象征着生活五彩缤纷，各村各寨像五色糯米饭一样团结在一起。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布依族扎染，而布依族扎染是先民们在采摘植物时发现板蓝根能染出美丽的颜色，我们称它为布依蓝。布依扎染没有太多复杂的过程，但它却能创造出深沉而恒久的变化。经扎染后的织物展现出一种未知的魅力。在测坑，六月六是我们布依族人祈求平安和丰收的日子，各村各寨的寨老们都会约上全寨的长者们，准备丰盛的布依美食一起享用。村里的年轻人们也会回到家过自己的民族节日。大家好，我们是在村里的年轻人，我们在建设乡村。我呢，等乡哥，我老兵乱马就给你动动门，咱们好也马过地也办，外好表发喽。欢迎大家来，我们在做客。这就是六月间，我的家乡，布依故里，生态侧亨，欢迎您。真不错，我们看到了有歌有舞有吃有喝，大家都特别的开心。我们要是再能尝到那会儿他们那里庆丰收的美食就更完美了。姐，您真是有点贪心是吧？有带来吗？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布依族特色美食五色糯米饭。然后我们的五色糯米饭是寓意着吉祥如意、五谷丰登的象征，来给大家品尝。你看我们这节目啊，让你们一饱眼福的同时还一饱口。哎，我问问，是不同的米吗？还是米染了颜色？是同一种米，只是染上了不同的颜色而已。啊，特别香，特别的香，特别的软。我觉得这个米啊，首先从色泽上就比较诱人，要有食欲。哎，特别有食欲，五颜六色的。我觉得我女儿要看着非常爱吃，口感也非常好，而且米香特别浓。想问问大家，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风碗，会为风碗带来什么呢？我们带来的是男耕女织的节目，将我们的劳作和纺织文化呈现在风碗的舞台上，传递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好的，此时此刻啊，我们云端的观众朋友们为第一组选手进行投票，我们现在就开启云端投票系统，看看他们的成绩。好，三二一，系统关闭。第一组选手分数是94票，94分，可以说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由于风大雨急，我就暂时不请你们落座荣誉台了，请诸位在后台稍事休息，同时也感谢你们的表演，谢谢你们，谢谢。我想无论是春起秋收的美好祈愿，还是我们坚持传承和创新的手工艺，布依山龙都代表了侧亨人民对外面世界的一种渴望，同时也搭起了一条温暖的与外界沟通的桥梁。所以说啊，我们的这个节目跟丰收这个丰碗呢，各个方面都特别的匹配。提到这个丰收啊，大家都想起这个
敲起丰收锣，打起丰收鼓，各地丰收都有相应的鼓点儿。我们今天带来这个节目别有一番滋味，因为他不拿手敲。你等会儿，敲锣打鼓那顾名思义，他不用手敲，他算什么鼓？我想问问。我给你啊做一首顺口溜解答一下。打鼓你呀、啊、别和我们争，我们这个鼓它我不用手啊，用脚蹬。要说我们这名字特别好，五鼓风灯。我们就请第二组选手闪亮登场。五谷丰登，盼我花庆丰收，心中有梦，闪耀丰收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出太阳的光芒，每一次坚守都成就了梦想的精彩。今天就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荣耀绽放。欢迎各位来到丰收展示台，你们好，你们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家乡的丰收特产五成辣椒。我们五成辣椒品种多，色香味全，辣度适中。嗯，好香啊。来，我们先把这特产放在展示台上。待会儿准备了什么样的节目登上丰收集结号呢？今天我们给大家表演的节目叫五谷丰登，现在就请登上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五谷丰登，怎么想到创作这样一个节目呢？因为我们德州呀有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叫黑桃，所以我们就把鼓做成了黑桃的样子，然后我们用黑桃作为一个题材，然后想到了这样一个节目。我们今天带来了一个黑桃的艺术品，这个黑桃的作品呢叫事事如意，它的正面是纯手工漆桃柿子，寓意事事如意。这个黑桃的颜色也非常的漂亮哈，五彩斑斓的黑。五彩斑斓的黑这个词用得好。那我想问问姑娘们，如果你们登上丰晚，会为全国观众带来什么？我们团体呢有很多很优秀的节目，比如说高椅啊、飞叉或者空竹。如果我们可以登上丰晚的舞台的话，我们会给丰晚带来一场非常丰富的盛典。好，那能不能如愿以偿地登上丰晚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云端的100位观众评审会给你们一个
怎样的分数？让我们一起来开启投票通道。我们的云端观众正在投票，来，三、二、一，投票通道关闭。看一看我们的得分是多少？侧亨丰收龙是94-92，差了2票、啊，略有一点点小遗憾，不要气馁，好不好？好。好，再接再厉，希望你们未来在中国杂技的舞台上再创新高，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加油。咱们所有的选手都将进入网络投票区，通过网络继续投票，也将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登录央视网为您喜爱的选手投票，助他们一臂之力。接下来我们两个要推荐的这个节目啊，这个呀跟咱们香河息息相关。哎，要说到这个香河，咱大伙都能想到香河的家具，香河的肉饼。对，咱们这个香河肉饼已经开启了品牌化发展的大门，集体注册了香河肉饼的商标。像这样的产业大丰收啊，为咱们乡村振兴也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的，再浓墨重彩一笔，这也不是一个节目，你是要端上一张饼来吗？你别着急呀，我们都已经想好办法了。哦，见着真人了，到香河来，别人就跟我介绍说，你做的香河肉饼跟别人的是看似一样，但是吃到嘴里口感什么都不一样。我今天一定要现场品尝一下。好的好的，完面也国完，教你一招啊，撒面，看到了没有？哎，试试来。那个张老师，我刚刚洗过手了啊，洗手了、啊。我给你来一个身不动，绑不摇，一二三，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没算出去，这个还是需要功夫的。哎，然后我这手擦点面，然后这手，哎，有面吗？没有。然后上劲儿，这个手搁这儿，这手搁这儿，这手搁这儿。哦，不给它擀成薄皮儿啊？这齐了，这。我的天！行了，这么一坨肉馅儿能包进去吗？关键一步，按面擀里儿。这是面了吧？对，这干里吧。啊，按面。完了，擀里面。把这个馅儿搓在两边。第二步，然后翻个面。好，哇！这，哎呀！擀面，这饼一翻，面一多，到时候肯定含着。到边。哎呀！这是在做饭吗？这不是一场精彩的表演吗？当当当！嗯，哎呀，看着简单啊！当当当！太帅了，张老师，你年轻时候是不是打过架子鼓？开始三翻六转了。三翻六转，饼就可以出锅了。现在两翻了，两翻，煮了，三翻，哦，漂亮吗？太漂亮了，这是艺术品。熟了，熟了吗？熟了，好。嗯，哇，皮儿薄，馅儿大，肥而不腻。那我就不客气了，不客气，不客气。嗯，太好吃了，来到香河一定来张老师家好好品尝一下。真的，这个手艺无人能敌，您太棒了！我看到您做饼这一系列的操作，我萌生出一个想法，这么着就把您制作肉饼的这个过程，咱们融入一点其他的小元素，搬到舞台上，让所有的人见识到我们香河肉饼的好吃，这是其中之一，还要让他们看到这个制作过程的这个美，这个艺术。不是，还加两字，魅力，独具特色，别人他做不了，行不行？行行。现在我们就请第三组选手闪亮登场。香河有奇饼，香飘强万家，丰收集结号，我来了。来香河吃肉饼，这是每个香河人最朴素而又最热情的邀请。今天我带着有千年历史文化的香河肉饼，
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诚恳邀请大家来我家乡河北香河做客。您好，欢迎您，自己下大了，我给您支把伞。来来来来来，我们一起去丰收展台。辛苦了，辛苦了。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香河丰收特产冬瓜，皮薄肉厚，个儿大。个儿确实挺大的。到秋天呢，我们大家来到香河，吃一块香河的肉饼，喝一碗香河的冬瓜汤，哎呀，太美了！特别是在这种天降喜雨的天气里，太滋润了。来到丰收集结号，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节目呢？功夫肉饼。功夫肉饼，看来这个肉饼不一般呐！现在就请登上舞台，开始您的表演。看出来了，咱们香河肉饼真的是凭着一饼之力闻名天下呀。现在啊，我们就来看一看刚刚制作好的热腾腾刚出锅的香河肉饼，有请。上饼喽！保护好咱的饼啊，这么大的雨都盖不住饼的香味啊。咱们香河肉饼呢是一饼一吃，我钻研的改革呢，咱们一饼四吃。四种馅儿放在一张饼里，您不怕它们互相串吗？通过多年的研究吧，很不简单。有时候这个擀偏了呢，它就不在一馅儿里搁着，所以呢，我这个当场给大家切，看看连着不连着，看一看这四个馅儿能不能不被连在一起。大家看到了没有？我现切的在这。这什么馅儿？这是韭菜的。韭菜。这边是圆白菜的。圆白菜的，哇。这边是紫甘蓝，这饼皮太薄了，哎，对，薄。这边是，就是胡萝卜的了。我为了这个饼啊，我身上都淋透了，我就怕这饼淋湿了。你这叫舍己救饼。对，太好了，好吃吗？隔着这么远，我都闻着菜香味了。你看，给咱们吃的乐呵的。我相信啊，如果师傅能够登上风碗，他就更高兴了。是的，是的。您如果登上风碗，会给全国的观众带来什么？咱们香河有京大鼓、快板了，还有咱们的刺绣啊，还有正宗的香肉饼呢，带到咱们这个风馆，为咱们全国老百姓展示香河的风貌，香河的丰收。
明白了，把咱们家里的好东西啊都呈现给全国的观众。此时此刻，我们云端的100位观众也为这个香河的功夫肉饼进行了投票，我们看一看这一轮他们的成绩会怎么样。开启投票通道，可能和平他们刚才都已经闻到我们香河肉饼的香味了。3、2、1，投票通道关闭。啊，就是我，赢了！太好了，这是我们的节目，你那么兴奋干什么？他们属于吃咱们嘴短。好，那谢谢师傅，此轮您现在暂居高位啊。好，谢谢。本场节目也要特别感谢香河第一城酒业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谢谢你们。怎么样，我们刚才这个节目是不是让大家一饱口福了？确实一饱口福，我们甘拜下风。别甘拜下风了。没有，在饱口福方面我们甘拜下风。我们即将推荐的这个节目啊，两位是双胞胎，在大连的海边开了一家小小的民宿，通过他们的杂技、他们的创意短视频来推荐他们的民宿，带动当地的旅游，也是体现了我们大连的产业丰收。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四组选手闪亮登场。丰收吹响集结号，带上特产来报道，发展民宿有一套，乡村呈现新面貌，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我们来自碧海蓝天的辽宁大连，希望我们这对姐妹花能在舞台上完美绽放。欢迎你们，你们好。大家好，我是姐姐王泽欣，我是妹妹王泽怡，我们是一对双胞胎。今天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给大家带来哪些家乡特产？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蓝莓和葡萄，我们家乡的水果品质好，非常甜。来，咱们先把这个特产放在我们的展示台上，今天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精彩的节目来征服大家呢？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是推荐官老师特意为我们精心打造的一个有趣的节目，里面融入了我俩的生活日常。这还挺有趣的，而且推荐官们看来还是用了心了，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可以，哇，这么多。哎，秦老师啊，我们这次就表演一个，我在他的头上来一个单手倒立，怎么样？秦老师，这个很有，我觉得我们应该表演点空竹，因为可以扔得很高，正好是在室外嘛，我们可以表演点高难度的动作。可以。空间太大了，你失误了那就丢脸了。来，给翻跟头吧，空竹就可以翻跟头吧。哎，李林老师，跟我的，停！哎呦我的！我是这样的，我一跟双胞胎聊天吧，我就老觉得跟一个人聊天了。你俩先听我说行不行？咱们丰收集结号节目应该跟丰收有关，然后最好能结合一些当地的文化。我看到你们这些视频里面好多都是在我们的民宿里边拍的嘛，那个家的氛围特别好啊。然后咱香河本身又是我们的家具之乡，那么多家具，所以我想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舞台还原成家的感觉？这个主意好，家的思路就打开了。停，咱就可以逛家具市场了，怎么样？可以，走。大家看，真的是琳琅满目，一下就挑花了眼了。挺好看，这凳子好，这凳子，是吗？这倒个立，再等一下，不，你这，可以，这个真的可以融入表演里面。这为什么呀？因为我在上面表演着动作，在扬个水花。感觉可能哪一个是不是都可以加进去？沙发呀，茶几呀，凳子也可以。借您个凳子用一用。哎，可以，在上面倒立什么的是可以的吧？倒立呀，可以吧？我试。好，您试试，小心啊，小心。真挺稳的。是。我觉得好稍微矮了点，会不会在台上不震撼？对，可以再高一点，这么高我都是可以的，显得咱们有难度。咱们往前再转转。哇。这沙发一看坐着肯定就特别舒服吧？哇，真舒服，真的是走累了。这沙发真舒服。是，沙发走完确实每款沙发都挺舒服。这款沙发的话，看你们要多大尺寸的，还是按我们原版尺寸去配。还可以再加长或者再弄小，是吗？对，沙发这种东西没有定尺，只是看顾客家里需要多大的，我们才给他做多大的。哎，咱们香河家具都是可以这样定的，当然了，肯定的了呀。大概这么大，大概这么大可以。
这沙发太软了吧，我觉得。对，是有点软，软的话做的动作不太好做。那谢谢姐，那我们就先撤了。那你们那个节目再有哪些动作呀？咱们是不是可以加一些东西进去？如果要是需要有抛接的，那也许我们加点枕头，是不是就好一点？如果有结实一点的这种桌子的话，也挺好的，像个小舞台一样。舞台上的舞台是。行，两位需要什么道具你就跟我说，然后我去搞定就行了。沙发是肯定需要的，板凳来一个，茶几得要吧？对，要一个凳子，要一个椅子。行，你们把节目弄好就行。我来去搞我们的道具。好，那我们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请你们登上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特别精彩的表演啊，但是观众朋友们的心中也许会有一个疑惑，本来呢咱们就是专业的杂技演员嘛，为什么想起来去开民宿了呢？因为我们的家乡是浪漫的海滨城市大连，我们想通过开民宿的方式让更多人来到我们家乡，了解我们家乡，并且喜欢我们家乡。那你们推广自己的民宿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呢？我们平时会在民宿里拍一些我们的才艺视频、表演视频，然后以生活化的方式，发在我们的自媒体账号里。观众朋友们是不是特别喜欢？对，双胞胎姐妹长得特别像，而且很有默契。但是到底是不是真的默契呢？我们想来一个升级考验，行不行啊？什么样的方式呢？不是有镜框吗？两个人彼此照照镜子，做做动作，看看你们能不能在动作上分毫不差，严丝合缝。那我们尝试一下。好，加油。如果你们登上风碗的话，会给全国的观众展现什么，带来什么呢？首先我们会把难度加大一点，然后呢会把一些需要宣传的农业产品编排到我们的表演里，让表演变得更有意义。好的好的，我们到时候也希望这姐妹俩能够登上风碗的舞台。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启云端投票通道，看一看他们的成绩。
一通道关闭。94，哎呀，漂亮，一跳啊，已经很高了，94票已经很高了，差了一票，但是确实已经很高了。再一次谢谢你们的表演，谢谢，谢谢。咱们所有的选手都将进入网络投票区，通过网络继续投票，也将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登录央视网为您喜爱的选手投票，助他们一臂之力。本场节目也要特别感谢香河第一城酒业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谢谢你们。刚才的节目不错吧？太好，不错。哎，那该你们了。下面我们要推荐这个节目，和我手里边拿的这个东西，它有着密切的关系。哎呦，先考考你们，知道我手里边拿的这是什么吗？多年生草本植物的棍儿。是你的吧？这个呀，叫柳条。一般像我们这个年龄，从小时候，你比如说我要是在家里一淘气，我的妈妈经常会用它和我交流，你知道吗？啪啪的交流啊，就是用它。但是现在它还有别的用处。对，有这么一群人，这个柳条在他们手中那用处就可大了。他们可以用柳条编出精美绝伦的工艺品。眼见为实，到底是故弄玄虚还是精美绝伦呢？我们现在请上下一组选手闪亮登场。适宜初心，真宜匠心，非宜技艺，勇于创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大家好，我们来自好客山东梨树，今天带着我们山东手造来到这个舞台，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好，你们好，太美了。我们这身衣服是用柳条编织的，我们今天还带来了家乡的丰收特产红薯。红薯在我老家也叫地瓜，家乡的天气四季分明，阳光充足，所以非常适宜种植地瓜。我们当地林树的地瓜啊，它分两种，红的呢我们就用作来深加工做成粉条粉皮，黄的呢口感更好，我们就蒸着吃、煮着吃、炸着吃。丰收集结号，我们还是来给大家带来精彩节目的，对不对？对对对。所以二位选择什么节目送给全国的观众呢？今天我们首先是要展示柳编产品，然后给大家带来一首金风玉露。来，在表演之前先把特产放在我们的展示台上。两位仙子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现在请登上丰收的舞台，来开始你们的表演。晚风啊，撩拨着情人心上的心，美丽的姑娘在万顷荷塘旁，
唱着跳着金风玉露，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哎，所以他们用他们精彩的表演和他们精美的服饰似乎要征服对方的推荐官喽。这回服了吧，姑娘们快介绍一下这么有特点的衣服好不好？我们身上的柳边服装是林树柳边师傅们用10多年做成的。你看我身上这条衣服啊，是编了300多个葫芦，500多个珠子，总共用了3000多根柳条编成的。你看我这帽子是一颗心的形状，寓意是不忘初心。在帽子上还编了一朵花，对，这个花呢是我们灵异室的市花海棠。我这个也是柳条制作的，我的裙子呢是一个荷叶花边，我的帽子是凤冠，特别漂亮，而且穿上这种柳边的衣服还能穿出腰身和灵动感。这个小圆的就是你说的葫芦是吧？啊，对对对，你看看这么灵动的柳边的衣服和裙装，我特别想知道是哪一位能工巧匠打造的。制作这套衣服呢是我们的柳边师傅杨金邦也来到了现场。那我们现在就把杨老师请上来好吗？好，有请杨老师。哎呀，杨老师欢迎您，好喜庆啊。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雷属沂蒙山，我们雷属柳边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我是这个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我们那个地方锄禾两岸，家家种柳，人人边筐，奴忙种田，奴闲边筐，是我们发家致富的一个最好的项目。我看到了杨老师的骄傲自豪和一份丰收的喜悦。您看您今天还没空着手来，给我们带来了您其他的柳边作品是吧？你看我还带来了柳边葫芦，葫芦吧意欲附录，它的形状还是中国字喜气洋洋的喜字的造型，两个并在一起意欲双喜临门。哦，真好。哎，那我想知道像您能把这个柳边编的巧夺天工，像我们这些人能不能跟您学一学？没问题，我是代表性传承人，我有责任和义务把我们国家级非遗项目向大家传承发扬光大。谢谢，谢谢杨老师的这份无私啊。我给大家每人发一个让你们体验一下。您给我们示范讲讲怎么编。我这个编织技法叫扭编，这只手这样，两个指头捏着这一根，这两个指头向后奔，它向前推，这样缓缓手就是这样。对对对，我保证没看明白。哎，你做得很好，你的手法是对的。我告诉大家哈，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就看你们怎么练习。老师快点来表扬一下我。哎，你这个手法也对。谢谢老师，我希望老师带着我们中国的非遗柳编的这样一个项目能够走到世界更远的地方，让世界各国的朋友感受到中国手工艺的魅力。我想问问杨老师还有新月啊，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风晚的舞台，会为风晚带来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够登上风晚舞台，我们为乡村振兴宣传柳边打造一首全新的原创作品，和柳边师傅们为主持人也准备全新的柳边服装，到时我们一起惊艳亮相。在林树县有个柳边艺术馆，里面陈列着全是用柳条做的大型的工艺品，我们想把它用来装饰风晚的舞台。谢谢，可以说是非常的周到，从主持人的服装到我们舞台的美景都想到了用柳边为我们增添这份美丽啊。现在我们开启投票通道，看看云端观众对他们的节目能给予几分的鼓励呢？3、2、1，投票通道关闭。张新文、张新月一路飙升96。真棒真棒真棒，目前是全场的最高的票数。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本场节目也要特别感谢香河第一城酒业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谢谢你们。
刚才我觉得这个分数高的是让你们心服口服，对不对？谁说心服口服？我还是很开心的，云飞。开心。你不能问一个葫芦就出卖了我们的队伍。我主要是学到了技艺，学到了手法。那倒是。哎，但是咱们这个节目呢也很好。人家民间这么说，叫饭不吃酒不喝，全家大小乐呵呵。上至99，下至刚会走，拿起扇子扭一扭。秧歌。哎，对了，现在我们就有请下一组选手闪亮登场。唢呐声声，锣鼓阵阵，男女老少齐上阵，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我们来自燕赵大地的河北昌黎，今天带着全村老小的希望，我必须把我们昌黎的精气神展现给大家，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欢迎你们，你们好，主持人好，打扮看着就特喜气，而且充满了生活气息。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玫瑰香葡萄和干红葡萄酒。为什么选择这两样？我们的葡萄呢，种植历史呢达500多年。那为什么咱那儿的葡萄就那么好呢？是气候好吗？ 对，气候特别的好，昼夜温差比较大，特别适宜那个葡萄生长。我们就一起举起这丰收的美酒庆丰收，好不好？好。好，来，咱们先把特产放在展台上吧。今天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会带一个什么样的节目给全国的观众呢？带来了我们国家级非遗项目昌黎第秧歌老坦乐。现在就请登上丰收的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水倒不漏，是个80后，我今年30多。哎，兄弟，你朋友笑我说话像唱歌。大鹅，我家有你大鹅。你知道拉长音啊，总觉得拐弯抹角会携带幽默。当年我爷爷进城赶着毛驴车，奶奶在院里养的都是鸡鸭鹅。大鹅，我在葡萄脚下。几杯热茶水，听我来说一说咱们老家唱歌。我们是实在的老坦乐，享受着开开心心平凡的生活。如果你有机会来我们家里做做客，大螃蟹皮皮虾的红酒随便喝。我们是最朴实的老坦乐，千年的历史悠久，文化遗产多。哼一段家乡曲儿，把神话故事说。听听那个大孩儿打的悠悠的秧歌。都过来，都过来，咱们这会儿啊，给咱们现场的好朋友们问个好吧。是。愿你们心情好好的，身板子得得的。是的，露着胆儿的。小心点儿过掉。神话故事说，听听那个大杆喇叭扭扭的秧歌，听听那个大杆喇叭扭扭的秧歌。非常精彩的昌黎大秧歌，你看这一台的人啊，喜气洋洋满堂欢，是热热闹闹庆丰收，大家跳的都这么的尽兴，这么的好，是不是专业演员呐？不是的，其实我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大概做什么行业，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我们家是开饭店的呀。你们团队里还有做什么的？有种葡萄的，种梨的，还有抻拉面的，卖豆腐的，啥都有。大家为
为啥就能凑到一块儿把这秧歌跳得这么好啊？因为我们喜欢的热爱呀，嗯，所以我们就凑到了一起，弄了一个这样的节目。好，你看啊，今天我们现场的四位推介官，其实说学逗唱，他们是样样行，秧歌对于他们来说更是拿手小菜，所以我替你们做主了，咱们跟咱们的昌黎地秧歌的朋友一块儿学一学，扭一扭，好不好？好，早就想扭了。先教教我们，先给我们来几个代表性动作，我们学一学。好的，来，我们的小妞儿，妞儿就是含蓄的，对，柔美的，含情脉脉的。我好想学，我想学。李丁来学妞儿，好，谢谢。您是拐，哎呦，泼辣的。哇，我想学，我想学。你又想学拐？咱再来个丑，还不还有个丑吗？丑儿，幽默的，诙谐的，呦呦呦，特别逗，好精彩，呦呦呦呦呦呦，太棒了，太棒了，哎，都学会了吧？咱们选一反差大一点的吧，我学一个妞，我跟着白鸽老师学，因为白鸽老师肯定扭得好。我想让我衬托出你的美。我觉得银飞说的特别好，反差大，扭出来也有意思。我也选一个跟我反差大一点的，我选个丑。那一点都不大，你那是本色，你那是。趁着不下，咱们赶紧扭吧。第一组来，您得眼神跟上。我好柔，好柔啊！银飞，你在干什么？银飞。哎，行行行行行，好，可以了。那一组是李丁儿。李丁的表情好像更精彩。李丁，你可以不用扭，光做表情就挺精彩。丁，你要是膀子实在难受啊，就整两贴膏药贴上。丑，来金姐，哎呦真像嘿，金姐这脖子真像。哎呦，真好真好。你要起飞呀，是怎么？人家是丑，金姐是真丑，你知道吗？我们都来完了，孟姐是不是？当仁不让，来个丑啊！来一个，来一个。楠姐学出丑来也像妞。哎，你看，来一丑一淡，你俩现场给大伙儿来两下。他们里边是有故事情节的，小丑就要追着妞，要和他搞对象，但是那老拐不让。明白了，是这样一个情节。你先让人追一会儿，你这拐子上了，人还没追呢，你拐上了，你当什么当啊？来，预备，走。好啊，对，快追上了，哎，拐还没来，你就对，来，哎呀，好，哎呀，哎，哎。我觉得这剧情改了，人这个款式本来是荡着，你这是要跟妞搞对象了，太开心了，对不对？对对对，对这节目真好，我真是喜欢。这节目是我们推荐的，是那么回事啊？啊，还行。好，说也说过了，乐也乐过了，今天我们在这儿庆祝丰收，就是要扭起这红红火火的大秧歌来赞美我们的生活。如果你们的节目啊，还乡亲们有机会登上丰晚，会带给丰晚什么呢？我们昌黎呢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呢我们的节目应该在保留我们地秧歌原生特色的情况下，加入我们的皮影民歌，我觉得会更好看，然后展现我们新时代农民的新面貌。好，我们现在就共同开启投票通道。投票通道关闭，我们来看一下昌黎地秧歌的成绩。我就说这节目好吗？你看一下成绩就上去了。恭喜昌黎地秧歌的朋友们，现在你们暂居本场成绩的最高位，恭喜你们。可以说呀，刚才的地秧歌扭得我们是热血沸腾的。节目是挺好，而且你们刚才这节目现在目前是全场分数最高的吧？对。你知道为啥分数最高吗？为啥呀？刚才那不是我跟白哥我们加入那扭的队伍里边，我们给你们这是提分了，你知道吗？书归正传啊，我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组
也特别特别的棒。怎么棒？它是一个原创歌手组合，他们特别之处就是他们是一对父女。而且我们这个节目，人家平时的舞台那就在山野之上，人家唱山水唱丰收，而且他们在音乐当中承载着布依族一代一代的音乐梦想。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第七组选手登场。布依十八调，歌声最美妙，文化放光芒，完成很重要，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我从小生活在贵州贵定那个云雾缭绕的地方，唱着布依山歌，喝着了弥河的水，听老人讲述着布依族的故事。今天我也想将这些带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希望大家能为我们加油。 Hello， 大家好。你们好。大家好，我们是毛湖布依妇女组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云雾控场。那小姑娘手里带的是什么？我带的是刺梨，这是做成成品的刺梨干。谢谢你们，我们先把它放在展示台上好不好？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会带来什么节目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原创歌曲《白云深处我的家》。那现在就请登上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我的家，两位唱的真的是自己的家。我特别喜欢这个女孩的裙子，你看她裙子上的那个蓝地儿白花，这是不是咱们布依族特有的一种工艺呀？对，是蜡染，这是我们从贵州带来的蜡染的一个小礼品，送给各位老师的。看，是小兔子，今年是兔年嘛，兔年特别应景。我们这个蜡染的话，它是纯植物蜡染，就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剂，特别安全。你们的这个组合的名字我觉得特别有特点，叫毛湖布依。对，为什么起这个名字？看我的胡子有点多嘛，然后都叫我毛湖哥，然后我是布依族，所以就叫毛湖布依。这个组合等于是以您来命名的，而不是以女儿来命名的吗？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女儿是后来的。哦，那这前情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我爸一开始他是有一个组合，有一个团队的，就在我偶然回家的时候，就是发现他们解散了，然后我就看到我父亲落寞的背影呀，我就特别心酸，然后我当下就决定啊，辞去了那边的工作，我
说我一定要来支持我父亲，因为其实爸爸也是放弃了工作来坚持做我们的布依族文化的，所以作为女儿的话，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组合是后来才形成的。爸爸知道女儿放弃工作来陪你继续音乐梦想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我是不同意的，最开始，但后来呢，他也坚持，然后我也在想，既然是我们民族文化也要有传承，对吧？然后让我女儿来跟着我，然后又让我女儿去影响那些布依族的弟弟妹妹他们，然后让他们来传承，后面我就接受了，是这样的。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啊，感谢女儿真的。我知道爸爸，你看说到女儿能够放弃城市里的工作来陪伴自己，还是非常感动的。但是我想这是好的，因为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理解当中，是父母为我们牺牲的特别多，但是我们似乎怎么样回报都回报不够。但是就在这样一对父女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孩子能够去帮父亲继续他年轻时的那个理想和追求，这真的是一份暖暖的父女的深情。所以我真的特别理解他们的歌声为什么能够打动我们。女儿并没有停下自己对音乐追求的脚步，而是用另外一种特有的方式把音乐带给了那些快乐成长的小朋友们，是不是？是的。嗯，您给大家说说。孩子们知道我们来到了丰收集结号的这个舞台，也是特别特别的兴奋，就想请问一下，能不能跟老师连个麦呢？当然可以了，让我们看看那些孩子们可爱天真的笑容，好吗？好，好，我们来连线。小朋友们好 ，Hello， 你们好，你们好，好可爱呀。那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们因为什么原因跟老师在一起学习音乐？因为我们是布依族的孩子，所以我们要传承布依文化。在你们眼中，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和蔼可亲、为人善良、有爱心的老师。你们最喜欢的老师教你们的歌曲是什么？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唱一唱？可以。云雾散散它飘香亮，布衣散散喜洋洋呀，沙啦啦的杨柳，哗啦啦的水，又是一年丰收季呀，此里花轿船满筐呀，沙啦啦的杨柳，哗啦。好，谢谢，谢谢你们。老师很快就要回去了啊。好的，再见，再见，再见。毛胡布依组合，一对父女组合，深情款款。如果你们把你们的歌声能够唱到丰满的舞台上，会给全国的观众带来什么？如果你们把你们的歌声能够唱到丰满的舞台上，会给全国的观众带来什么？如果我们能上丰碗，让我女儿带上这些小孩，把我们的山歌唱响贵州，唱响全国，甚至唱到世界去，同样的希望我们的布依文化能够一代人一代人的传承下去。谢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心愿。我们云端的100位观众也已经开始为你们投票了，我们来看一看你们的成绩。让我们开启云端投票通道，3、2、1，投票通道关闭。我们来看一看毛胡布依组合获得怎样一个票数。93票，谢谢你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出，把我们的问候带给家乡的布依族的同胞和小朋友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本场节目也要特别感谢香河第一城酒业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谢谢你们。要说今天这前七组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是吧？哎，个个有看点，而且我们都还尝到了各地的美食，看到了手工艺。第八组该你们推荐了。首先来说呢，我们这一组是一群生活在新疆的蒙古族朋友。哎哎，特殊不特殊？这个是有点特殊，但也算不上很特殊啊。还有更特殊的，当地呢正在举办这个那达慕大会，所以呢，我跟银飞呢没有把他们请过来。特殊不特殊？没来，节目没来呀。特殊不特殊？那你换个节目好不好？我就问你特殊不特殊吧。哎，你这太特殊了，我们看出来了，但是实在没有节目了，人都没来。你们这不就相当于认输了吗？虽然他们没来，但是我们把他们的
礼物带来了，把他们的礼物，把他们的节目一会儿都会呈现给大家。你们俩替他们来呈现。对，那我们按照流程，每一组选手都会带家乡的丰收特产，你们也带了吗？我们带来了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哎，他们弄的泾河枸杞。好，那现在我们就把丰收特产带上来。哎呀，我相信你也是第一回见，反正我是第一回见。鲜枸杞，见过吗？我第一次见，还能吃啊？这个哦，不苦吗？特别甜。拿食品的这个小伙子，你赶紧到中间来吧，尝尝这个能吃。你们尝一尝，很好吃，皮儿薄色红，富含维 C。中间的这个是枸杞的原浆，嗯，哥哥你尝尝它原浆。左边的呢是我们的枸杞维生素饮料，右边颜色浅一点发橘红的呢，哎，这个是我们的枸杞苹果醋，它是微微的酸带点甜，但是还原那个枸杞本来的味道，特别的正宗。这个确实是它本身的味道。咱俩干一个吧，来，成功。我实在是没手拿没手吃了，我来来来，这个真是不错，成功。你们仨吃香的喝辣的，我们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们什么事啊？你光喝他不吃菜也不行啊，你还得吃菜呀、啊。还是您周到。好，现在我们就请李丁把第八组选手的丰收特产放在展台上。我们刚才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但是这丰收集结号上少了节目，你们这关也是过不去的。跟随着我们的镜头看一看，我们博尔塔拉的朋友们为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演绎。这个节目载歌载舞的，这节目真是太好了，而且刚才我也说了，当地正在举办这个纳达姆的大会，那我们就试图连线一下好不好？好的好的，来，你好你好你好，美丽的姑娘。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在这里做什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那么我现在的位置呢，便是在伯乐市的伯罗大营前。今天啊，各族人民在这里举办纳达姆大会，共同的庆祝丰收。哦，在喜庆丰收。刚才我们在现场尝到了枸杞制品，我相信还有更多的好吃的，我们没机会拿到现场来，能不能带我们隔空看一看？那么我们新疆呢，这个光热资源比较充足，而且呀，我们的这个昼夜温差也比较大，出产的这个瓜果啊，以及我们的甜糯玉米啊，都非常的香甜，非常的好吃。哎，要是这些吃的都能拿来就更好了。那是了。那么再往下一个展区，我们看到这里呢，便是来自于我们伯乐市的产棉大乡贝林哈日莫敦乡的棉产品。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这个那夏凉被，以及我们的网套，还有我们的薰衣草花香被。哎呀，站在这里啊，这个淡淡的薰衣草香味呢就扑鼻而来了。来到新疆，我们怎么能不喝点酸奶，能不吃点这个传统的手工冰淇淋呢？在这里就是我们新疆本地企业生产的这个酸奶了，纯手工制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而且啊，喝前一定要摇一摇，所以才能喝出我们童年的味道。
亳州它的这个特产品特别特别的多，那么刚才呢也只是简单的和大家介绍了几种。在这边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展区，我发现那个视频里还有在摔跤的是吧？太热闹了。那么亳州呢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一个地区，这里呢这个生活着35个民族，所以我们今天啊在那达慕大会的现场呢，不仅有这个蒙古族式摔跤，又被称为博克，还有我们的这个维吾尔族式摔跤被称为这个且里西。那么除此这两种民族式摔跤之外呀，我们还有哈萨克族的这个摔跤比赛被称为库热斯，以及回族式的摔跤叫被称为这个半跤，以及啊多种的品类。那么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也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看看今天的这个大奖到底是会花落谁家呢？如果是摔跤的胜者会得到什么奖赏呢？我们今天的获胜者会获得我们的一整头牛。哎呦，真好哎！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风碗，会为风碗带来什么呢？哎呀，今天呢非常的遗憾，我们没有能够到现场去啊。如果有机会我们能够到风碗的舞台上，我想我们亳州的各族人民啊一定会打造出一场多民族融合的一台表演，来去带给大家，去献给大家。谢谢谢谢美丽的姑娘，也期待你们登上风碗。再见再见。现在请云端的100位观众为第八组选手投票，开启云端投票通道。3、2、1，投票通道关闭。我们看看第八组的成绩会不会跟现在的暴风雨一样的猛烈。虽然没有到现场，但是他们非常非常的热情。94票。咱们所有的选手都将进入网络投票区，通过网络继续投票，也将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登录央视网为您喜爱的选手投票，助他们一臂之力。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场的八组选手的竞演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获得本场最佳节目的就是昌黎的第秧歌节目，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我们要再次把七组选手请上舞台。现在七组选手已经在我们的舞台上集结了，30位观众也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将会把香河特产大冬瓜放在他们最喜欢的节目的面前，获得投票最多的节目将成为本场最受观众喜爱的节目。下面我们就进入投票环节，上冬瓜。哇，来把冬瓜往这儿放啊，来把冬瓜往这儿放、啊、这票好大呀。感谢各位的投票，我代表新疆第八组博尔塔拉州啊，瞧一瞧，看一看了，哪位喜欢把冬瓜往这儿放了啊？这次的票真的太特殊了。我现在代表一组啊，我不是主持人，可以往我面前放冬瓜啊！谢谢，大老远的把冬瓜放在我面前。女观众抱不动冬瓜，但是她对节目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就把冬瓜拖了上来。如果她能拖到前面，来，那真的是。这个女观众既然已经拖这么远了，就放到我这儿来吧。我帮一下。她不是不想给你投票，是因为实在拖不过来了。我来帮你了。好，搁这，投完了。哎，我们来算一算哪个多，好像是功夫肉饼最多吧。5个、7个、3个、6个、4个，2个。功夫肉饼节目成为了本场最受观众喜爱的节目。我们本场最佳节目与观众最喜爱节目都将带着1000票的票数优势，与其他节目共同进入央视网投票通道，并均有机会登上2023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是什么？丰收是稻谷金黄，瓜果飘香，蟹肥橘黄。丰收是一个个美丽的场景。丰收是一句句欢声笑语。丰收是对时间的馈赠。丰收是对辛勤的犒赏。在这里我们要衷心地向每一位耕耘在天地间的最可爱的人致敬。亲爱的各位的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本期丰收集结号在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最后我建议让我们再次喊响我们的口号，好不好？好，来，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谢谢。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本期节目要感谢的是中共河北省香河县委、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政府、中共河北省香河县委宣传部、河北省香河县融媒体中心、河北省香河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河北省香河县农业农村局、香河第一城酒业有限公司，谢谢你们的大力支持。朋友们，再见。